又在偷藏好吃的。竟然还给我涂拉根，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你。不行，看我喜欢一招。算了，进来给你泡的，泡点药进来。哎，这么好。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把进来给你吃，进来给你吃一份。那就知道你会气一些。嗯，老公，今天粉咋这么好喝？这个粉喝起来爽滑劲道。嗯，还特别入味儿。再喝会儿这个汤，辣辣的，过瘾开胃。你咋泡的？我泡了15到20分钟。你平时泡多长时间？你平时只泡个3分钟、5分钟的，粉硬量少，口感不好。听我的啊，下次多泡一会儿，能长那么满满一盆，还能吃得饱，还能吃得好，知道吧？那行，吃吧吃吧。那以后咱家的粉以后你泡吧。嗯嗯，好了。嗯。嗯。先让你得意一会儿，一会儿看你怎么出洋相。哎呦我的妈！